近日，有网友在北京偶遇张哲瀚，与一位神秘美女举止亲密，疑似恋情曝光。据爆料称，当天张哲瀚与一名男助理现身某商场，傍晚时分，张哲瀚与男助理来到商场地下车库，此时张哲瀚的身边竟然多了一位身穿驼色大衣的美貌女子。随后一行人驾车前往某酒店，次日晚饭后，张哲瀚和那位美女依然是紧紧黏在一起，之后那位姑娘更是直接将自己的手伸进了张哲瀚的口袋中，与他在口袋中十指相扣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